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频道。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玩的明星圈三甜蜜乐章，那我们就来继续吧。我们先来排行程，把电影拍一拍，然后 MTV 拍一拍，然后签唱会弄一弄，好这样。然后我们的学长呢，休息，广告拍吗？广告等一下好了，等我们全五一起拍哦。广告来得及吧？我看一下，广告只限多久？好，广告我们先拍一天，因为我怕说到时候会来不及拍完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学长对我们全部一起拍。那我们学长能练下他的音感发声，还有口才，口才稍微低了一点，所以练他的筷子记忆，然后动感也低了一点。好，综合型训练，这样吧。跟学长说什么呢？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不接的角色类型。哦，这个问过了，我还有没有问过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没有关系。好了好了，崇拜你了，开心吗？好，关公司验心了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有什么广告呢？哇，四颗星，好，就接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们去找 Michael 接。哦，没有，讲太大声了，不能被陈查理听到啊。好，我们去找 Michael。 怎么了？哎， Michael 前几天说有个广告缺模特儿，要我去试试看，你说我该不该答应呢？你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底下音乐是变了，音乐变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是那个啊？为什么不是？我总感觉他音乐跟之前群星合作音乐不太一样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薇娅金榜题名，太好了，薇娅考上第一志愿了。哎，这该怎么办？这样就要去通告开天窗了。哇，那卖妆哭的 Michael 居然会哭丧着脸，柜台妹妹说的没错，还遇到了大麻烦。天晴啊，传统，他们说很传统的是指少主，我怎么好笑啊？我还以为是什么陆风那一类的。哇，天晴也换造型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为点小事哭哭啼啼。天晴不行哦，麦克已经很难过，我们要多体谅他，这叫做爱之深责之切。你在讲什么？错了。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谈话明明很正常，却有种强烈的违和感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因为他们的画师是不同人吗？画风差蛮多的。Michael 说：“拜托你们回回神吧！当初要不是你们两个人的背景贴近这部广告，一个混黑道的，一个来自国外的流浪汉，我哪可能会答应录用你们？可是看看你们吓的模样，像什么话？混账！老头，你根本想找茬对吧？哇，看不出来啊，天晴这么的凶悍啊，这么的彪悍呢、啊？我还以为天晴是暖男呢、啊，对吧？对他印象整个大反转。”啰嗦的没停，流浪还要怎么样？哪里惹你不爽了？天晴不行哦，蜘蛛人没有恶意，你不要这样凶他，对是我混黑道不好啊，就叫做遇人不俗。等一下，少主有这么温和吗？怎么有种个性大反转的感觉啊？这两个人，闭嘴，不用成语就别乱用。我最讨厌这婆婆妈妈的男人了，走人了。天晴等我。蜘蛛人别难过，抱着好心情很快就能拨云见日哦。等一下，这不是少主吧？这不是我认识的少主啊。谁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两个人怎么去了一趟电视台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开始发现共通点了，他们都是去了一趟电视台之后才变得怪怪的。之前丹尼斯跟金嗓也是吗？
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个性对调哦，好奇怪哦，真超奇怪的。还有忘记我要去做什么了。好，我要去干嘛？我忘记了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薇薇安吗？又忘了我要做什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风生水起风水车，可是我感觉没有钱买了，算了。哇，薇雅呀，学姐，谢谢你的鼓励，我能正式成为你的学弟了，都是抽学姐的福。没什么啦，只是鼓励几句而已，能考上理想学校还是薇雅本来就有实力。既然考上理想学校，父母应该就不会阻止我的演艺圈工作。太好了，薇雅不是已经跟之前的公司解约了，现在考完大学有没有打算继续发展下去？如果学姐不嫌弃的话，我想加入学姐的公司，当然好啊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薇雅，你可能来我们 CG 二室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我已经准备好履历了，请学姐看一看。哇，太开心。好，薇雅，她是2月29号双鱼座，身高170，体重65公斤，所以她是比较娇小型的身材吗？然后经历有一些校园偶像啊，签约金40万，一人分红60%，特殊要求跟新明沙水合作，还有剧拍吻戏。好吧，我们签吧，我们签咯。有这么可爱学弟当我们一员，真是太棒了。谢谢学姐，我一定不让学姐失望。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奋斗吧。哇，薇雅重回演艺圈，我们签到新的艺人，超开心。要不然今天我们出国吧？哦，不行，想去巴黎逛一下，可惜不行。好吧，那我们去。他们说电视台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什么电视台？不知道了。因为他说他们都是去了电视台之后变怪怪的，究竟是 Sosa 还是永正啊？啊，可惜这一波女主角被朱莉弄走了，要不然真的蛮想要拍的。算了，不缺通告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，哥哥？哇，哥哥来看我们了，来关心一下妹妹的事业做多大了，是吗？那真是谢谢你了。怎么，我来看你却那么不高兴？因为你的口气让人搞不清楚是真关心还是有意挖苦。如果对自己有信心，就不用在意别人的冷嘲热讽，不是吗？又开始说教了。我觉得他不是冷嘲热讽吧。就我了解，最近的开销很大，所以我带了一些东西来给你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该不会给我们钱吧？真假的？哇，天哪，哥哥给我们200万啊，怎么说好啊？哥，接你跑这一趟就是为了拿钱给我，这有什么不对了？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，适时的接受援助也很重要。别以为凭自己去一人就能闯出什么名堂。那哥哥，你可以把陈仲轩还给我们吗？我想要签他，可是当初哥约定好的，怎么可以随便拿钱？算了吧，我们真的还是要钱的。好吧，我们就收下了。对啊，收下吧，我们真的需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去酒馆看哦。对啊，我真感觉啊，现在越签不到陈仲轩，让我越想签他了。难不成他真的消失了吗？再也不出现了吗？怎么就难过？之前都没有了，因为之前我们在酒馆遇到他的嘛，可现在都消失了，伤心。等一下，我们看错，给我们打工奖金50万呢、啊，怎么这么好？
哇，随便女仆装也是有好处的，我习惯性也超多。哇，薇娅加入了，开心。那我们现在欢迎薇娅哦。薇娅学弟，很高兴能加入我们 CG 二室，也谢谢你的选择。不客气，我也很高兴能加入学姐的公司。有你的加入，犹如如虎添翼般，公司的评价也随之上扬呢。学姐把我说的太好了，又脸红。啊，才夸赞没几句，薇娅就红着脸跑掉了。她真的好可爱哦，很那种小男神的感觉吧。好，我们全屋能休息，鬼镜拍一下吗？先把广告拍完好了，因为广告感觉快要到期，就先拍一下哦。然后我们弄宣传吗？还是拍鬼镜？好，我们宣传。然后学长休息，拍广告。然后训练他的，口才跟自信好了。好，这样。然后薇娅呢，我帮他训练。薇娅目前看来其实还蛮全方位的，哇，眼睛这么高，名气540，薇娅好强哦，超强的。这样看起来的话呢，薇娅是口才偏低，自信也偏低。好，那我训练他的说话技巧，把他口才跟自信还有动感弄起来。好，这样。那我们就大地图吧，真的越来越忙碌啊，这样感觉以后超难跟随人的，因为跟随需要站到一天，不能直接从大地图跟随。好，这星期电视公司换新通告咯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哇，薇娅加入是由学长间接促成的美事，怎么这报纸写怪怪的啊。我们看一下吧，有没有什么通告呢？男主角，学长可以接了。我们可以接女主角吗？不行。配角，反派，考虑一下好了。因为我们的陈武不能接女主角，所以我们考虑一下哦。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没有时间跟随啊，就尽量一起接通告比较方便。这个接不到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哇，一起拍广告，什么音乐，吓死人了。你今天表现不错，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有空多切磋切磋吧。哇，你干嘛以为在拍武侠片呢？没问题，一定有空。看你满脸兴奋的模样，是高兴什么？你少自以为是了。因为丹尼斯算是前辈吧，能得到前辈的称赞当然会很高兴。在演艺圈当中，不要随便逢迎拍马，对工作没有帮助，用实力来一决胜负吧，有够自负的，不喜欢他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我这个人其实很重视忠诚度吧，因为以前他们背叛了金城武，是男版金城武，他们从他公司跳槽走嘛，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对他们存在一个不太好的印象，因为我觉得我很重视的是一个忠诚的概念。好，先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什么通告吗？哇，这个超难的，接不到，可惜。差很多吗？自信差一些，女主角呢？女主角差太多了。我们考虑一下好了，考虑一下。好，我们楼上看一下。楼上也超难的，所以通告开始变难了。清日经什么东西？电影开拍，快问乱答。好啊，我们参加吗？好，我们参加吧。啊，心灵沙雪，你好，我来探望薇娅。这是
送给贵公司的话术代表对 CG 二世的祝福，请代替我好好照顾魏雅。魏雅真的很有才华，态度认真，她一定会在演艺圈有很好的发展。谢谢。哇，玫瑰花束啊。嘉顺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听说你换了一家新的经纪公司，重新出发，我当然来恭贺你，顺便恭喜你考上理想学校。魏雅不愧是我引以为傲的青梅竹马。原来他们关系是青梅竹马哦，这样的关系有种失恋的感觉啊。谢谢沙雪，您来看我会很高兴。不打扰你们，我先走了。新米沙雪好像跟魏雅感情很好的样子，真的。